没中，没中，都没中啊！你以为我会就这样把你扔进垃圾桶就算了是吧？太天真了！共事，我共你妈一坨屎啊！统一发票，哼！我看你五六份的时候还干嘛这样子？至少中两百也好，听到了吗？真气死我了！名字先写给我。那我开始讲了。最近是不是常说错话？说错话为什么？你看你这个字，这个字外面这是什么？一个口，很大的一个口，嘴巴很大嘛，说大话嘛，对不对？那说大话之外呢？你看这个口里面，这是什么字？祸。写给看，这个祸，是不是？这不就祸？祸就来了嘛。祸从口出，就是这个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来，现在做什么工作？这就问题就很大啦、啊。因为什么？你说国家单位嘛，这本身国家单位跟你这个是不是国是同样？国家单位跟这个国是不是一样？那什么相克嘛，一定是相冲的嘛。相克之外，你这个字在你的名字的第二个位置，所以呢，怎么样呢？你国家的事情永远放在第二个位置，没有在第一个位置嘛，一定永远在第二个位置。所以为什么你现在都会做不好？问题很多，就是你现在在的地方。位置不对，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字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这样看不出个什么，但是我写给你看，把这个移下来，这个移下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财，财嘛，财旁边这是什么？王跟财，就是说你整天想要做王，想要发财，这就是你的问题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名字就是这样，好。